元一次方程式一，生活小故事。这天，威利和小兵在线上游戏中捡到了一本又破又旧的书。翻开书本的时候，奇妙的事却发生了。骑士与魔法师啊，你们打开了古书的封印，现在你们得想办法解开天平之谜，否则将会永远被困在书本中。天平之谜？那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自己慢慢想吧。机器人救命啊！别担心，我知道威力和小兵遇上难题了。其实问题的解答很简单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来解救威力和小兵吧。还记得我们学过如何依照题意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吗？那么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之后，要如何解出答案呢？其实巫师所说的天平之谜，就是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方法哦。还记得小恩的测心术吗？小恩对小哲说，你心里想一个数，将此数乘以5，再加3，再乘以2，再减去6，然后将结果告诉我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想到的数是什么。小恩把心里想的数当 X， 将此数乘以5，再加3，再乘以2，最后再减去6，就得到2括号 5X 加3减6。当小哲说出90的时候，就表示2括号 5X 加3减6和90相等，因为2括号 5X 加3减6等于 10X 加6减6等于 10X。啊，也就是说 10X 和90是相等的。你说对了。所以 10X 代表的意义是将心里想的数 X 乘以10，所以 X 乘以10和90是相等的。因此只要将90除以10，就可以知道心里想的数 X 是多少了。越来越厉害咯。在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那就是在等号的左右两边一定要一直维持相等哦。难道这就是天平之谜吗？没错，一元一次方程式中的等号就好像一个等比天平，不论在天平上做了什么动作，始终都要让天平保持平衡。现在就让我们利用天平来建立等量公理的基本概念吧。哈哈，这就交给我吧。在已经保持平衡的天平上，左右各自加上相同的魔法石，天平依旧会保持平衡。这个观念叫做等量加法公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， 那么 A 加 C 等于 B 加 C。 在已经保持平衡的天平上，左右各自拿走相同的魔法石，天平依旧会保持平衡。这个观念叫做等量减法公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， 那么 A 减 C 等于 B 减 C。 反过来说，如果 A 加 C 等于 B 加 C， 那么 A 等于 B，
如果 A 减 C 等于 B 减 C， 那么 A 等于 B， 在已经保持平衡的天平上，左右各自变成原来的三倍，天平也会依旧保持平衡。这个观念叫做等量乘法公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， 则 A 乘以 C 等于 B 乘以 C。 在已经保持平衡的天平上，左右各自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倍，天平也会依旧保持平衡。这个观念也叫做等量乘法公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， 则 A 乘以 C 分之一等于 B 乘以 C 分之一，乘以 C 分之一相当于除以 C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， 则 A 除以 C 等于 B 除以 C。 这个观念叫做等量除法公理。反过来说，当 C 不等于0的时候，如果 A 乘以 C 等于 B 乘以 C， 那么 A 等于 B。 如果 A 除以 C 等于 B 除以 C， 那么 A 等于 B。C 是不能等于零的。原来这就是天平之谜啊，天平果然一直保持平衡呢。生活小故事回顾。哈哈哈，我们已经解开天平之谜了。可恶，机器人，谢谢你。小芬到书局买铅笔，若买五支会剩下10元，若买3支则会剩下46元。铅笔一支究竟要多少钱呢？咦，一支铅笔究竟要多少钱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小芬买五支剩下10元，所以小芬的钱有 5X 加10元。小芬买3支则剩下46元，所以小芬的钱也可以是 3X 加46元。没错， 5X 加10和 3X 加46都代表小芬所带的钱数，所以 5X 加10等于 3X 加46。你知道吗？中国古代数学家通常用元来代表未知数，像这样 5x 加10等于 3x 加46的等式中只有一种未知数 x， 而且当 x 出现的时候都是以 x 来呈现，或是 5x、 3x 这种 x 的倍数来呈现。像这样的等式，我们就说它是一元一次方程式。那要怎么解出 5x 加10等于 3x 加46的算式呢？好，让我来告诉你。你知道一支铅笔是多少元吗？我看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如果左右同时拿走3支笔，那么左右两边的价值依旧相等哦。如果左右同时拿走10元，那么左右两边的价值还是相等。我知道答案了，这个时候两支笔的价钱等于36元，所以各自除以2，答案就是一支笔18元。答对了。如果假设一支笔 X 元，这些图像的解题过程就可以变成一元一次方程式了。我们再来练习看看吧。好，看我的。这个图可以记录成 5X 加10
等于 3x 加46，等号两边同时拿走三支铅笔，这样可以记录成 5x 减 3x 加10等于 3x 减 3x 加46，等号两边同时整理一下，得到 2x 加10等于46，等号两边再同时拿走10元，就记录成 2x 加10减10等于46减10，等号两边再同时整理一下，得到 2x 等于36。为了使 2x 变成 x， 所以等号两边同时乘以二分之一，得到 2x 乘以二分之一等于36乘以二分之一，所以一支笔18元，记成 x 等于18。接着我们配合图像来检验一下解出来的答案， x 等于18是不是可以让一元一次方程式 5x 加10等于 3x 加46的等号左右两边相等，左是等于5支铅笔加10元等于 5x 加10等于5乘以18加10等于90加10等于100，又是等于3支铅笔加46元等于3乘以18加46等于54加46等于100，所以 x 等于18的时候，左是等于右是，把 x 等于18带入检查的过程叫做验算，这表示 x 等于18确实是方程式 5x 加10等于 3x 加46的解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数带入方程式以后，会使得方程式两边所代表的式子相等，这个数也就是方程式的解。一点也没错，让我们再来练习几题看看吧。判断 x 等于2是不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3x 加7等于 5x 加3的解。 x 等于2代入左式 3x 加7得到3乘以2加7等于6加7等于13。 x 等于2代入右式 5x 加3得到5乘以2加3等于10加3等于13。我们会发现左式等于右式，所以 x 等于2是方程式 3x 加7等于 5x 加3的解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判断 x 等于负3是不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6x 加5等于 9x 减4的解呢？ x 等于负3代入左式 6x 加5得到6乘以负3加5等于负18加5等于负13。 x 等于负3代入右式 9x 减4得到9乘以负3减4等于负27减4等于负31。因为左式不等于右式，所以 x 等于负3不是方程式 6x 加5
等于九 x 减四的解。重点回顾，等量公理的基本原理就是等号的两边同加、同减、同乘、同除一个不为零的数，则等号的关系依旧成立。这下子你应该对一元一次方程式有更深刻的了解了吧？要像天平一样保持平衡哦。例题练习，老师的叮咛，请各位同学准备好纸笔，进行下面的例题练习哦。问题一：如图有规格相同但重量不同的三种积木，方块、三角形、圆形，置于等臂天平的两侧。这种情况下，若天平呈平衡状态，用等量公理的概念，如果天平两侧改为下列的情况，天平是否平衡？我们可以由题目发现，一个圆形加一个方块的重量和两个三角形的重量是相等的。由第一小题知道，天平的两边同时加上一个圆形、一个方块，因为两边增加的东西是一样的，所以天平依旧会保持平衡。由第二小题知道，天平的左边是加上两个圆形、两个方块，而天平的右边是加上两个圆形、一个方块、一个三角形，所以天平不会保持平衡。随堂练习，第一题：一本笔记本 X 元，如果五本笔记本的价钱加上20元等于220元，可以记录成 5X 加20等于220。那么五本笔记本的价钱可以记录成 5X 等于多少？答案200。第二题，如果 2x 加8等于18，那么下面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？一， 2x 加8减8等于18加8。二， 2x 加8减8等于18减8。答案二。第三题，如果 5x 加4等于 2x 加25，那么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？一， 5x 减 2x 加4等于 2x 加25。二， 5x 减2x 加4等于 2x 减 2x 加25。 3， 5x 加 2x 加4等于 2x 减 2x 加25。答案2。第四题，如果 3x 等于12，那么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？一， 6x 等于12乘以2。二， 6x 等于12加6。三， 6x 等于12加3。答案一。
第五题，如果 4x 等于36，那么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？一，2x 等于36减2。二，2x 等于36乘以2。三，2x 等于36乘以二分之一。答案三。第六题 ，x 等于3是否为一元一次方程式 2x 等于9的解？答案不是。第七题 ，x 等于-1是否为一元一次方程式 5x 加2等于-3的解？答案是。第八题 ，x 等于10是否为一元一次方程式 5x 减8等于 4x 加2的解？答案是。第九题，如果一元一次方程式 5x 等于100，请问 x 等于多少？一，十；二，20；三，25。答案二。第十题，如果一元一次方程式 5x 等于 2x 加9， x 等于多少？一，一；二，二；三，三；四，四。答案三。作业习题，第一题，如图有规格相同但重量不同的三种积木，方块、三角形、圆形，放在等臂天平的两侧。这种情况下，若天平呈现平衡状态，用等量乘法的概念，如果天平两侧改为下列的情况，天平是否平衡？我们可以由题目发现，一个圆形加一个方块的重量和三个三角形的重量是相等的。在第一小题中，当天平的左边加上一个圆形、一个方块时，如果两边想要继续保持平衡，那么天平右边必须增加和一个圆形、一个方块一样重的东西，也就是天平右边要加上三个三角形，但是这一题右边却只加上两个三角形，所以天平会向左边倾斜。根据上一题的说法，当天平的左边加上一个圆形、一个方块时，如果两边想要继续保持平衡，那么天平右边必须增加和一个圆形、一个方块一样重的东西，也就是天平右边要加上三个三角形，所以这一题天平会继续保持平衡。再仔细观察这一题，天平左边的重量是原来的两倍，右边也是原来的两倍哟。这一题天平左边的重量变成原来的三倍，右边也是变成原来的三倍，所以这一题天平会继续保持平衡。